他来了，他来了，他接到稿子就来了。大家好，我是祥子。篮网客场对阵快船，凯文杜兰特继续缺阵，哈登、欧文联手爆发，小乔丹关键补篮，篮网112-108击败快船，获得6连胜。首节卡瓦伊莱昂纳德火力全开投进，四记三分得到14分。篮网这边哈登爆发一人，连得11分。欧文后半节发力，两人首节包办球队28分中的25分，最后1分半中，祖巴茨顺下吃饼，曼恩、莱昂纳德三分帮助快船首节30-28领先。第二节乔治上来三记中投，哈登则连突带传，小乔丹连续空接吃饼，布鲁斯布朗多次挡拆顺下抛投，篮网反超比分，上半场58-51领先。下半场乔治、莱昂纳德联手操作，但欧文骚操作不断，还完成快攻扣篮，单节贡献12分，三节战罢篮网89-79领先10分。第四节哈登突破上篮，哈里斯再中3分，篮网领先15分，这是本场最大分差。祖巴茨连续篮下作业，乔治连投带罚拿下5分，快船打出11-2反击波，哈登暂停回来三分延射乔治，欧文中距离，乔治助攻祖巴茨篮下得分，自己连得7分，几次追到4分分差，欧文助攻小乔丹，哈里斯篮下得手，自己再高难度打进，篮网107-99领先。最后3分钟被弗利掩护犯规，导致杰夫格林肩伤离场，莱昂纳德连拿4分，哈登出现2罚不中，路威投进3分，最后1分钟快船追到106-108，欧文连续打铁，莱昂纳德切入造成，小乔丹犯规2罚全中，最后28.6秒快船追至108平，欧文3分不中，小乔丹补篮打进，莱昂纳德突破时推哈登吃到进攻犯规，哈登2罚全中杀死比赛，哈登得到37分、11板7助攻，欧文28分8助攻，哈里斯13分，布朗13分8板4断，小乔丹13分11板4帽，乔治19投12中，得到34分6板7助攻65，莱昂纳德29分12板，祖巴茨13分8板。 And 他走了，他走了，右下角点个赞，再走啊，老板。